新人搭档，因为我刚回来，然后我们在奥运之前全部都是跟在专线的备战，所以因为我们下礼拜天就会出发日本、韩国参加两个礼拜的比赛，那下礼拜一个礼拜时间就会开始跟新搭档去做一些默契的调整，那希望可以以赛代训，然后有不错的表现。那跟李阳可能在台北公开赛是最后一场比赛，那当然是希望可以有就是享受最后一次和解的时光。那其实，在奥运最后一场结束的时候回来，才真正意识到说，我们这个组好像就真的要结束。其实回想起来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，真的觉得很感动，想起来也。